因為個五檔咧都期望係喺二劫啊啲 feel 啊咁樣跑嘅，即估計喺二劫啊，冇估計喺三劫。但係佢賺咗咩咧？佢賺咗可能今日嘅場地偏差啦，因為入邊嗰地可能唔好，出邊嘅地我覺得係會好啲，所以佢係試咗啲腳程，但係賺翻啲場地偏差，我覺得係不啲平衡翻咯。袁浩如其佢都會持續打，但係始終舊上即上季佢嗰個成績就非常之好，今季就花咗段時間，即係可能即係喺評分上有調整啦，再提升翻個狀態。係啊，其實都好點啊，即係都點解會咁啊？即係贏得好地地咁啊，踢咗波先咁上場，就好似漏咗氣咁啊，好似真係。咁但係呢幾場咧開始見佢，即可能個評分又新低啦，去到42啦。咁佢都有翻啲腳影啦，開始都近到嚟咧，五碼咧，五六個兩個馬位啊，即係四五個馬位啊，佢唔係話完全都放棄啦。咁好彩揾到阿鍾逸禮啦，佢有五磅減啦，而且呢只馬咧，只馬佢孭住佢咧，你嗰只馬好彎走咯咁樣嘅。咁啊，另外第三場。